男人的好色往往表现在明处，而女人的好色往往表现在暗处。许多想偷情的女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有这三个坏毛病，明眼人一看就懂。一、喜欢打扮得很吸引人眼球，爱偷情的女人自然懂得男人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往往会打扮得很吸引男人的眼球，这样才能让男人把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。尤其是男人多的场合，更是会精心打扮。二、穿着太性感，出去穿着太性感暴露，这样的女人我们自然不会放心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男人想的是什么，女人也一样知道，只是故意这么做，好给其他男人可乘之机。三、经常夜不归宿，总是夜不归宿的女人，无论有多少理由，心里都是没有这个家了。其实想要不回家，女人可以找出10000个理由，而我们都知道那一个让她回家的理由就是她还爱你。